趁着天气好，把那土挖出来，弄些下午来种材料。哎，真的，挖那个土放得了多奇怪的哦。那个土还是刨上哈。是的，它只是风起没种嘛。土挖出来等下去买材子。看看那草茬弄凉了，跟它割个。我是买些烂菜种起花哈，还有种子。你们都齐全哈。你是看到那个不看细的话看不好，你看没得。胡萝卜的啊，这专心看不了，那样看得出来。胡萝卜它心头是红的。哦，那回就不买齐全了。那个两块，十一块，那个三块。啊。十三块钱。这太阳阴了，弄起来点菜籽了。今天那个太阳还没太阳。那还阴到的。那还没晒干了吧？先从阴到那头捡过来噻。来，你把窝子。那头半截种那个胭脂萝卜，哦，那的那头都种白的。耶，还是两个喂。四颗五颗都可以。有四颗，那个过苗。先打细点哈。矮点丢喂，谭婆。要丢到窝窝头，我好领分。分啥？快过来，过来，来过来，快过来，来背它。这是白萝卜的噻。啊。白萝卜都要点的细。这是枣白菜。那窝子整它大细点，到时候长起洞大豆豆的。都要去挖到地瓜来吃。哦。到现在那地瓜它是。那地瓜它长大了。嗯。我不是吹的话，我们打的窝子我是当牵了线的。当心领分的。我慢慢领咯，我们去挖地瓜。挖起很有没得哟。那边我带点窝汤。那就干了土的呀！哎，哇塞！第一撮都挖一个那哈出来，那是第一个了，你们多笑哈！哇塞，终于看到第一个了。我来挖了，我看。你挖它不一样细。来嘛，我一挖都变了，上帝啊！至少比你挖那个大过些嘛！我都撇了，拿你手看，这个人参要拿回去吗？拿回去噻，拿回去你老二看一下嘛。把那两个大的弄去切，那个小的喂鸭子。把那地瓜洗出来解壳，抽干了很。洗出来是白白生生的。嗯。回来了，起码是皮皮。嗯，好甜呐。我把它拿出来。拿这个嘛，对，吃地瓜，边领分边吃。嗯，还有那么甜呢？那我那有包就吃上。到好多年你能吃饭吗？来嘛，我搞料噻。收活路了。开饭，开饭。你两母子们还是能干，我打到菜。今天这一条河路有点杂巴儿，管他的，还是多点干。是啊，从天亮做到天黑呀。现在还有啥子菜要做？多得很。这里想种烟熏、菠菜、胡萝卜、嗯、
马上杨梅摘一下。大白菜。新的话你们喜不喜欢吃嘛？喜欢吃买点籽籽来撒些摘。莫摘，多摘点花菜。花菜呀，花菜就是那个西兰花那个猛摘，西兰花比较花草齐些。都种点噻。西兰花有营养价值的哦。多种点节日根才是正经。节日根，节日根等级那个吃了。